然后给他们做饭啊，给他们做饭。哎，我的吕旭来了，吕旭。因为我们吕旭是德军的，我们是法军的啊。我们的女儿怎么样了？他说是，这个游戏是默剧啊。We live in a climate of uncertainty. 女儿的信给他了。Germans use the people of Samuel as human shields against the French bombings. I hope the Germans treat you well, and that your wound has healed. Your grandson sends you kisses. I sent you a picture. 哎，女儿好可怜呐，女儿。All my love. Please write soon. Adieu, Paul. 啊，他要吃肉了啊，那行吧。这是我们女儿的照片。这个怎么弄啊？这些，你女儿不是蔡徐坤吗？蔡徐坤怎么了？蔡徐坤就没有男人爱啊？就不能生孩子啊？这个我们先加水。啊，不对，先加水，加水，然后再烧，然后再烧火。啊，把这个火烧熟，然后再放入这个腊肠、胡萝卜什么的，然后搅拌一下。啊，不用搅拌啊，直接给他们吃就可以了。这边做饭是真简单呐，以前。做饭。好像是法军的这个炮已经开过来了，完了，哇，溜了溜了，赶紧躲起来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哇，这只狗把我挖了出来，这只狗，因为我给它喝过水。这是个军医犬，拉出来。哇，这狗多乖啊，这狗多乖啊。Merci。把它打掉。啊，这个人他就力量不足。要把他拉出来，虽然是敌军的人啊，但是咱们要救人、啊、咱们每个人都要救。卡尔，我们的吕旭被飞艇带走了。我们的吕旭，这个怎么办呢？他在那边叫，我过不去啊，问题是。我们这个主角很好的，人很好的。拿了一个啤酒瓶，拿了个啤酒瓶，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狗的原因了啊！因为狗真的是比儿子重要。哦，这边有个把手，让狗叼过来。你看这狗多乖，把手插进去拉起来，这样咱们就可以过去了。人狗搭配，干活不累。What？ 哎，这个 What？ 进来看一下。哎，它有个炮弹车啊，炮弹车给它压着。所以死肥宅在哪里都存活不了啊！好，上来了，太重了，这边有个洞，让狗钻一下。隔壁还在打仗呢，隔壁，他们还在打仗。哇，这边死了多少人啊？这边有个土，挖一下啊。
挖到了地道里面。我这边有炮弹，炮弹不能乱挖。左右两边都能走，左边看挖一下看一下。捡到了一个这个小钩子，这子弹上面有个钩子，子弹项链吗？子弹。日耳曼地，日耳曼人，日耳曼帝国。上面有个梯子，我们得想办法这个找个东西，把这个梯子给打下来，这样的话我跟狗就可以过去了。啊，这狗在挖东西，挖了个骨头啊，狗骨头拿过来，乖乖乖，真乖。Good boy, good boy.